下面再继续，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讲解另外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分页。其实分页啊很简单，想要完成分页的功能用什么呢？用 limit。 limit 能起什么作用呢？那会儿我说过一句话， select 什么什么星花 from 什么什么的时候，如果你不写 where， 请问是不是意味着所有都查出来啊？那即使我写上 where， 也说不定有查出好几百万条了，你说是不是这道理？你不写 where 它全出来，你写上 where 有可能也不见得少呀，对吧？那么怎么样它一定少？ limit。 limit 两种使用方式，首先咱们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 select 星 from students， 如果是这么多全出来，你即使写上一个条件，举例了 where gender 等于gender 等于一，不是也有很多个吗？我接下来我不管怎么样，我每次我就显示两个 OK， 最后面 limit 2啊，就是两个写上2走，看得清楚了吧？不管你查出来的结果有多少，我就显示两个，那这就是 limit。 第一种办法，第一种使用方式， limit 在这个位置直接限制查询出来的个数啊。 limit 两种办法啊，查询出来的个数，限制，限制查询出来的数据个数。好了，这个就是限制了，我只有两个，对吧？那么还有第二种使用方式，什么呢？写上一个 limit， 写上一个值，逗号再写个值，那它能有什么用呢？来，咱们看着啊，你一看就懂了，你不看你就什么也不明白了。 select 星 from students， 你不是说写上 limit 来限制吗？来，我写上个5，再看看，我再查一遍，大家没发现查出来结果都是不变的吧？但你数据没在更新的前提下，你查出结果肯定是不变的。那么我想你看啊，这是第一个五个，第一组五个吧，我就可以认为我查询了第一个的五个，我再查询第二个五个，我应该从谁查了呢？我按理说是不是从6查了吧？那这个时候怎么写的呢？注意看他们啊，如果你写上5，只能保证只有5个，那么如果查出来的数据少于5个，就该显示几个显示几个。注意听， limit 5是最大显示5个，你查出来2个就显示2个，你查出来6个就显示5个啊。如果我的第二种方式是前面写上一个值，后面再写上5，注意看，3、2、1走，0、5啥意思？0到5吗？注意看好了，0好像是不是已经确定了，是不是从哪个地方开始，肯定是有那么个规律吧。我再写一个你知道了，我写个1到5，你看我一写这个你就懂了，0到5，0表示从哪个开始搜，0表示第一个，就是和咱们的这个下标是一个道理的。你写上1呢，请问你没发现是不是相当于从原来数据里边第二个是不是开始了吧？也就是说，同学们，我告诉大家，如果 limit 的第二种使用方式用逗号的隔开了，第一个表示你从哪个位置开始，而第二个几条数据，你没发现1到5、2到6是不是都是5个啊？所以说的结论，第一个表示 start 起始的下标，而第二个表示 count 表示数据。好，同学们，来咱们总结一下，查询整个数据里边的前五个，那怎么做呢？ select 星 from student 前五个， limit 零逗号五，请问一定是前五个了吧？这是第一组五个呗，第二组五个呢？第二组五个我写一不行，写二也不行。请问我问个问题啊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注意看，第一组的五个是不是从这到这，是吧？第二组的五个你是不是应该从6开始到10啊？第三组五个是不是从11开始的它了吧？那么这个下标咱们写上0，表示从第一个开始啊，这是一啊，这是二，这是三，这是四，五是不是从6开始啊？那么言外之意是，咱们写上5的话，请问是不是第二组的五个？来，咱们来一下啊，写0，第一组的五个，写5，第二组的五个，写几是第三组的？10。哎，为什么是只有4个？啊，你这还剩4个了吗？不就4个吗？是个道理吧？大家没发现一个特点？是不是通过我刚给大家演示这个过程，确确实实就验证了，这个表示起始的位置，这个表示个数，请问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 limit 这种方式用的也挺多，两种方式都用的挺多，限制个数啊，
限制从哪到哪这个数啊，就是能完成分页啊，其实就能完成分页。同学们，这个时候呢，咱们回到京东里边，咱们去看看。你看啊，咱们假如说京东是默认排序啊，假如说京东是默认排序是这个，这是京东的默认排序。那么它在它的最下面，咱们应该往上翻翻翻，咱们发现是不是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有个页数了吧？实际上页码就是这么多了。假如说总共它有多少多少多多少个商品，那么我接下来第一页，你猜猜，如果是你的话，这个条件应该怎么写了？第一页应该是谁啊？写零，逗号，接下来那个值是写呢？是不是每页的个数啊？来，同学们，咱们数数吧，看看啊，咱们数一排啊，这是一行，第二行，第三行，第四行，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行，十二乘上五，六十，一页是不是显示六十啊？那直白的讲，这个 circle 语句是 select 什么什么 from 什么写京东的数据库，然后一定是 limit 零逗号六十，第二页呢？六十，第三页呢？一百二，第四页就是一百八呗。那规律是什么呢？来看这，为了给大家找出这个规律来，同学们，我给大家再演示一遍。其实规律马上就出来了，是吧？来看一下，每页显示两个，我显示第一页。Select 星 from student limit 显示多少页，咱先不管，你先确定每页显示几个，显示两个，请问第二个值是不是写二？你想显示第一页，请问这个地方是不是零啊？你想显示第二页的时候，请问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几呢？二。第三页变成了四，第四页变成了几呢？六，是吧？那么没错，同学们，咱们验证一下，验证一下，验证一下。那光说不行啊，必须验证一下。来，验证一下啊。地址是第一页，这是第二页，这是第三页，这是第四页。请看，同学们，没错吧？一二一页，三四一页，五六一页，七八一页。请问是不是它？那么这个地方咱就能总结出一个式子来。那咱们能总结出一个式子，总结出一个什么式子来呢？其实就是 limit。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多少乘以每页的个数，逗号每页的个数。那么这个地方写什么呢？第几啊？第 n 页减一，是它吧？来，咱们把这个式子进去啊。比方说第一页，一减一是零，零乘任何值是零。好了，那么一定是零，后面这个地方是不是二了？好了，第二页。二减一是一，一乘上二，那就是二喽。第三页，三减一二，二乘以二四。第四页是它不同吧？最终呢，咱们就总结出来了这么一个规律。想要完成将来的页码，同学们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京东就是说每页显示六十个，那么这个值是不是已经是六十了吧？那么这个值也是六十啊。那这个一是固定的，请问你只要一点，注意看啊，你只要一点一。是第一页，你点二，请问是不是相当于把它这个值是不是传进去了吧？你点三，按理说接下来是不是还要再传？你看，我再点几还在传，同学们，将来啊，咱们后面慢慢的其实就会咱们去学到这个 URL， 就是这个网址里边有个地方需要注意，你看，是配置等于三，是不是相当于把我点的这个值这个三传到后台去？你的后台接下来把这个三取出来填到这儿，请问将来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查询了吧？那么你想，我不连续，我想点到第七页，你看好那个值，走。我点到第几页？怎么变到第十三页呢？我刚才想显的第七页啊，哎，注意看，它这个地方很古怪，它显的什么了？十三页，这就不知道它为什么了。九，这个京东诡异，太诡异了。它到底这个值是几分半啊？一般规律来说呢，你是第几页，这个地方传几？但是呢，具体的还不确定，要根据什么呢？就是你点这个值，我不能录屏啊！你点这个值的时候，实际上是有个超链接，这个超链接里边人家给你写的几，你点几的时候是几？一般的规律是写六就是六，写七就是七，因为京东它是电商网站，防止别人来爬取它的数据，所以说它做了很多东西的反爬虫的机制在里边放了。所以说他就不想让你那么多。如果你找到他的规律了，请问同学们，是不是按理说你可以把数据给他办下来了吧？
第一页、第二页、第三页、第四页、第五页不就可以拔了吗？那么他一般不让你拔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只是解了，他就只解啊。但是咱们可以试一下，咱们写个七，是不是？好，有第七页、写个一，也有第一页、写个二，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你可以随便试了吧？这样的东西到后面的时候咱们就慢慢说啊，这相当于以 get 的方式呢获取服务器里边的某个请求，这些东西都当做参数进行传递啊，都当做参数进行传递。好了，后面详细讲，这不是咱们今天的这个主角，只是告诉你分页核心点咱们用的是什么，分页核心点咱们用的是什么 limit， 听懂意思了吧？ limit 来了吗？这个地方呢我想给大家表达第二个意思，如果你这个地方直接换成这个式子这就不行，看着那就说了，懂啊？你既然已经告诉我了，我这个式子我就写呗，二乘上第六页，也不用算了，也不用算出五来。请问这种方式行吗？请问这计算第几页？这是不是要计算第六页呀？六减一是五，二五一十，是不是从十开始的两个是不是第六页？你把这个式子放进去的时候，不好意思，就废了。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不懂啊，我不并不知道这啥意思。所以说，同学们切记，这个时候是失败的。听懂我的意思了吧？不要。怎么做啊？不要怎么做。那么这就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这个limit 这个特点啊 ，limit 这个特点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错误的失败的一个情况，说到这儿呢，给大家强调一下。我现在也已经知道了 from 是吧 ？where， 然后也知道了这个 group by， 也知道 limit。那么他们之间的这个顺序是什么呢？记住原则 ，limit 在最后面 ，limit 在最后就行了。只要是有个东西在 limit 后面，那绝对不对。举例子，比如他 select 星花 from students limit 他，请问是不是 out by？ 是不是这个哥们儿？这意味啥？啊？这想法是什么？你要猜他的想法是什么？他的想法是查询第六页的信息，接下来是不是按着姓名？是不是这个从小到大排序了吧？这么做是不对的。你看咱试一下，不对，想法是对的，但是怎么写就不对，你怎么做呢？你必须得把 limit 放在最后面，这是必须要怎么做的 limit， 然后十逗号二，大家再看，是不是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吧？记住原则 ，limit 在最后，前面的可以写 out by， 再往前面的可以写 where，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顺序啊，基本就是这么顺序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正确的写法不应该怎么写啊？应该是把 limit 放到它的后面去啊，放到它的后面去。同学们，来，我最后给大家出一个小作业：查询所有的女性的信息，并且按照身高从高到小，到高到矮排序，然后呢，只显示两个，怎么懂？首先，女性 ，select 星 from 这个 student， 然后为女性不就是 gender 等于二，没错吧？那么牛说了是排序。那么你 order by 排什么呢？ order by height， 按照这个排，什么排呢？倒序排序，是不是 DLC 啊？如果要是这么多的话，请问是不是所有的女性是不是全出来了吧？那么我这个时候怎么的呢？ limit， 你先是几个呀？ limit， 你想显示两个就写二，听懂了吧？你想显示那种分页的，你想显示第几页，请问同学们是不是接下来就写这个页数了吧？就随大家了啊，这个地方我显示这个啊，试一下。OK， 走，大家看。是不是这个时候出来了呀？如果你要是不写 limit， 你看看最后的结论，我没有 limit， 你看没有 limit 是不是这么多呀？所以说信息还是不一样，对吧？是不是已经排完序的了？已经排完序了，再从排完序之后的结果里边去取东西 ，limit， 啊 limit， 好了 ，limit 基本上就是这两种用处。